婚礼。那婚礼的事情他也什么都不管，就像我一个人的婚礼一样的。这婚礼那个不是你朋友搞的吗？你看他又认识人多啊。他说什么朋友跟他说我都帮你搞好，那都怪我认识人多，我自己活该。我不是不了解流程吗？正好都是你跟他对接的。那我结过好几次婚，我了解流程了。不是，我也陪你去了吗？你说我去试婚纱，我天天拉着我朋友陪我试婚纱，那我朋友都问我你老公呢，这不应该你老公陪你来试吗？你都挑工作日，你又不愿意说我请假，那周六周日你又约不上，那我怎么办呢？那你也没问我一句啊，你需不需要我陪你去试婚纱呀？最后不也试上了吗？不也挺好的吗？那最后是试上了，逼不得已，时间实在是太紧了，才最后拉着他大晚上的去了人家那边试。然后关键是那么紧的时间，我喜欢的婚纱都已经被人订完了，还是因为那边有你要试的西装你才陪我去的。最后你觉得好了，都订完了，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这辈子只有一场婚礼，我没有穿到我最喜欢的那件。他就是性子急。你都说我性子急，我就想说了，婚期是不是去年就定了啊？如果我们两个没有我一个性子急的，是吧？那这婚礼什么都没有，别说婚纱了，连布置都没有，就剩宾客和你。你看他就这样怼我，我不就差不不，婚礼举行的还满意吗？还没举行呢。啊？等于刚领证啊？不是，我们一月份就一月份领的证。本来我说六月份领证行不行？稍微缓一缓，别那么着急。他说。他想早点领证，还想生个猪宝宝呢，这不得逼死我。就我这么急的性子，我也赶不及，你能赶得及吗？不能再缓一缓，比如说明年啊什么的，他就觉得不行。那我觉得感情到了就结婚有问题吗？那拖到都没感情了再结吗？就拖到分手换个女的结。不是他，主持人你听我说，他性子可急了，平时我在路上开车可能红灯还有个几秒我就慢慢悠悠我就停过来，他说你慢什么呀，一脚油门就过去了。然后到停车场了，前面有人加塞，他说哎呀你不会别让人家塞啊，那我开车你在旁边一直说着我不难受吗？你就别那么催我行不行，慢一点。那你一个男的开车开成那样，那我不说你干嘛呢？你就差那几秒钟吗？那就差那几秒钟，最后那天不在停车场绕了20分钟都没车位停吗？我觉得安全第一，咱别那么着急，慢慢来不行吗？那安全第一事情办不完呀。不是您家庭里有什么大事儿？因为我们家就是婚礼什么的，就是双方父母都不管，就我们两个弄婚礼，那么多琐碎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管，就我一个人弄，我每天就一个人弄，他真的是完全不上心。我爸妈给我发微信说那个电子请柬做好没有，我给忙忘了还没弄，我说我这两天弄出来，结果同一天他妈给他发微信说你电子请柬好了没，亲戚朋友要发请柬呢，他就给我甩一微信，你电子请柬弄好没啊？那关键是你不知道电子请柬要选照片啊，他就什么都不管，就我是你佣人呀，你都给我。我当天晚上不就提醒你说我们一起选个照片？那是我后来生气了，我说照片还没选呢，哪来的电子请柬？你才晚上回来选呢，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不是照片还没选？我们赶紧选了吧，电子请柬着急呢。什么都不管，弄得我这现在快结婚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不是婚礼现场没婚纱，就婚礼现场没喜糖，要么就是，反正就各种。我压力也很大呀。你就是瞎操心，那我选照片给你，那我不操心这家还能过吗？啊，这过还是能过的，不操心也能将就着过。现在你们在一起住了吗？对，对吧，合法夫妻了吗？对。家务谁做呀？我全包了。嗯，不是你啊？不是我。你不是说这家没了你就过不了了吗？这家务不都他在干吗？我靠脑子想，他出体力。哦，我们两个还没谈恋爱，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告诉他我除了喜欢做饭之外别的家务我都不会做，我也不想做，他说没事儿，他说我们家就这传统，我爸妈那代也是我爸做家务我妈什么都不管，他说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女孩进厨房油烟对皮肤不好，说你以后连饭都不要做，他说是他让我什么都不做，那结婚之后你说什么呢？你在这说什么呢？我你自己愿意做的你自己要做的，人家没说，我说的他可没说呀。哎呀我这嘴呀，你没有抱怨吧？我没抱怨。怎么没抱怨？他天天哪天不抱怨？不是啊，你想，我觉得分工明确挺好的，你办这些婚礼的这些什么装修的事情我帮你分担一点，我去做家务。是分工是挺好的，关键是家务你也没做好呀。我怎么就没有？是你吹毛求疵好不好？桌子有点脏你就说我叫我擦。主持人我想问你一下，我让他一日三餐吃完饭抹一下餐桌，这个算吹毛求疵吗？但我抹了之后他又说不干净，因为家里有猫有狗有点毛有可能会吹到桌子，他又让我擦，然后天天擦漆都快擦没了。哦，你们家还养了猫狗啊？对，猫狗谁遛谁喂啊？我啊。
我铲屎。那你要养的狗你不遛吗？那你那么多只猫不也是我弄的？那我不就两只猫吗？那家伙都我做，你又别说了，行不行？我现在做的不挺好的吗？那你把它弄好呀！你说我烦这些事情，我让你烦过吗？婚礼是不是都筹备的好好的？家里是不是装修的好好的？不，人家可跟着烦了啊！他烦什么了？咋不烦呢？这个说人没给意见，那个说你们说人没上心呢，人当然烦了，烦呢。我给你一起我们选照片，我觉得那几张挺好。他说不行，我这个关键是你主动说，老婆，我们今天要把照片选了吗？我都是说来不及了，赶紧把照片选了，你晚上才陪我一起选呢。你结婚的事情，我要不说，估计你连结婚需要穿婚纱、什么有手捧花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对结婚的事情都不上心，那你还对什么事情上心呢？这辈子就这一次，你还想结几次吗？我是想的是。你把这个事情搞好了以后，结婚之后生活方面我多照顾你嘛，多细心照顾你，我多赚点钱。你也没弄好呀，生活上。那你要怎地？我就想他，不管是家里面的事情还是生活上的事情，他最起码他能主动的去想到他要做什么。不是，他不就是一角色，不就干活的吗？你刚才不是自己说的吗？那我多累呀！你说我是动脑的，他是出体力，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那怎么现在又变了呢？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累啊，这才一年，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来弄。所以你希望怎么样？操心操白了。所以你希望怎么样？就是他既出体力又出脑力。关键是，他的体力他也没出多少体力。你说你每天干家务活，能有多少活干吗？你不做你不知道那么多事情。就那么小的房子，能有多少事情吗？